无双乐团要来为大家呢带来的是我们时尚的创意走秀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我们无双乐团的同名专辑《无双》里面收录的歌曲。那我们无双专辑里面呢，都在形容各个的古代美女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位非常轻量级的人物，叫做赵飞燕。听说她身轻如燕，可以在人的手掌心上跳舞哦。那今天呢，不仅是一位赵飞燕哦，我们每位团员都化身的赵飞燕，要来介绍我们五庙市场的所有的美食，不管是水果啦，或是海鲜啦，还有我们的菜，那希望大家呢，也可以很时尚的一起来我们五庙市场，一起来买菜，好吗？这首国色送给你们。